机器人从旋转力库抓取行枪箱块毛坯。将行枪箱块毛坯放于三坐标检测设备。三坐标对行枪箱块毛坯三维轴系进行定位检测。将定位完成的行枪箱块毛坯放于旋转力库。将行枪箱块毛坯放于车床加工中心。机器人工装家具替换为电机家具。机器人从旋转力库抓取电机毛坯。机器人将电机毛坯放于铣床加工中心。机器人将加工完成的电极放于清洗机。机器人将清洗完成的电极放于旋转力库。机器人电机家具替换为工装家具。将加工完成的行枪箱块放于清洗机。将清洗完成的行枪箱块放于旋转力库。从旋转力库抓取行枪箱块并放于电火花。机器人工装家具替换为电机家具。机器人从旋转力库抓取电极并安装于电火花。电火花进行加工。机器人从电火花取下电极并放于旋转力库。机器人电极家具替换为工装家具。机器人从电火花取下行枪箱块。机器人将加工行枪箱块放于清洗机。将清洗完成的行枪箱块放于旋转力库。